时达到什么效果我不在乎，做什么内容我也无所谓，我只有一个目的，资金到位之后赚钱就行。那庄先生注定是我们的贵人呢。联合基金协会成立之后，理事长必须由我来担任。基金会的基金如果能由庄先生亲自监督管理，那我当然求之不得呀。我去个卫生间。院长，您签个字。庄宇，庄宇，你要投资王志文。你胆子很大，敢跟踪我到医院来。我来就是想问你一句话，你是不是想通过商会项目基金的钱去设计王志文？既然是条大鱼，当然要下足够的饵。庄宇，这王志文跟梁光强不同，他做了这么多年坏事，还能披着医院院长的皮，还能做悬壶济世的大善人，不是你下个饵就能钓得住的。你这样冒险很容易被咬死。这件事情和你无关。怎么会和我无关呢？他是你的仇人，也是我的仇人。16年前我也是亲眼。庄宇，院长好。嗯。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复仇。你最好安分一点。你不能为了仇恨，连带着把自己给毁掉了。庄宇。张先生，是医生啊，还是护士啊？庄先生好兴致啊，不知道庄先生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下我们医院的特殊招待，就当是庆祝商会和我们医院之间的合作，包您满意。那就听院长安排。请。